一块由黄绿组成的翡翠，绿色清新，充满生命力；黄色古朴温和，能把它雕成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找厂长去。过去从前，从不来。厂长，不要唱歌了，给你看看好东西呗。我最喜欢好东西，如果是吃的话呢，我更喜欢。想太多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那一丁点工资。不要说话，把料子拿过来，先看料子。黄绿冰种料，黄色呢给我一种宁静安详的气息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村庄里面。绿色呢就像走在小河边，刚冒出来的水草。整体呢给我回到一种小时候回到家的那种感觉，无忧无虑，安逸温暖。哎，厂长，你这说的还挺准的哦。是这样的，今天的这个粉丝老哥，他想请块牌子回去了，求个平安顺水，也保佑家人平平安安的。你看着设计一下喽。这个东西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给他搞得满满意意的，这个不用担心。那我就先给他设计一下先。跟老婆商量以后呢，我们设计这款山水观音。我们以黄皮为帐面，采用立体浮雕手法做随形雕刻。一方面呢，是简化原材料的损失。另一方面呢，可以使得后面的绿色呢能够透彻到帐面来，用古色安详与山间暗影呢相结合。观音盘坐在莲花台上，他手持圣洁莲花，慈眉祥和，在其周山设计的寺庙山水岩浆，让整个牌形的颜色呢更为丰富，保佑人们呢事业顺利、平安健康，也可以保佑家庭和睦、幸福美满。在这里呢，感谢我们老哥这一类的群体呢，对我们社会的无私的奉献，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警察同志呢，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家庭呢一个幸福美满。同时，还要祝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能够家庭幸福安康。